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小茶。这个一觉醒来，外面就在下雪了。安多和思月还在外面呢。安多还在吃，昨天两盆饭啊，要被干完了。安多，哇，你看你这头上啊，全都是啊。小四，你俩算不算一起白头了呀？现在成白毛安多了啊。还要吃两盆饭都被吃完了，今天早上昨天晚上忘记收了。怎么样，喜欢雪是吧？安多最喜欢下雪了，喜欢有积雪的地方，跑到积雪上去打滚。那个吗？那牛叫吗？因为这个轮胎的事情啊，现在还走不了，我还得把这个轮胎补一下，或者换一下，换备胎太累了，太麻烦了，拿这个先补上，先试一下。之前我们用过一次，感觉还可以，把它那个摩擦粗糙一点，然后把那胶条按进去，这下应该差不多了。看看能不能临时用一下，搞定啊，应该差不多。这个打得还挺快的哈，要不了二十分钟，应该十分钟就打起来了，还是挺快的。感觉好像还行啊，这个多余的给它剪掉。四月，安多，过来，你俩啊，还是把四月抱到车边上，让他上车。走，四月，上去。来，上车，看他上不上。上车，哎呀，上去了，可以，赶紧吃点东西啊！上来就可以吃点东西，可以啊，这样上来了。让他在车上吃点东西吧，我去叫安多过来。安多过来，这小家伙啊，一转眼就给我跑很远了。过来，走，这里，过来，安多。上车，安多。上车，他得吃一下这个小四月的狗粮啊，看见那儿有狗粮了。